期拿下一场非常漂亮的胜利哦。那也请大家，我们一起延续这股气势，一起到另外六的挑战赛，也希望可以见到大家。谢谢你们，拜拜。谢谢，今天来自全国各地聚集在台南市立棒球场所有的球迷朋友，谢谢大家在今年中华职棒统一这边这份世界例行赛最后一场球赛继续的进场来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跟选手。接下来在明天统一这边这份世界将要到新北市的新庄棒球场担任客场，礼拜五将要到桃园国际棒球场担任客场，也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到现场来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及选手加油打气。中华职棒职棒35年季后挑战赛即将要在本周六在台北市立大巨蛋来举行，希望现场所有支持统一这边跟师队的球迷朋友及支持中华职棒球迷朋友都可以齐聚台北大巨蛋，一起来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及选手加油打气。再次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提醒大家个人的随身物品在离场前请记得确实收好带走，手边不需要的废弃物也请帮我们放置到出入口的垃圾桶，加快清洁人员的回收速度。谢谢大家今晚的莅临，祝大家回家路上一路平安，我们台北大巨蛋再见，谢谢。